各位好，那个快速讲一下，右边这位是我学弟，他是你怎么讲哦，很酷啊，对，就是先前酷是那个 OONF Open Networking Foundation 的其中一个专案，那他主要 target 是在所谓的一些Central Office， 就是所谓在台湾来讲的那个聚焦局端的一个环境去做所谓的 mobile 的一个处理。那威尔他现在在美国去做所谓 intern 啊，然后一些实习。那他现在我们很高兴来找他来分享一下说关于 NCO 跟在 ONF 的一些实习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好，我们掌声欢迎。谢谢小飞机。那大家好，我是陈佩佑。那我的题目是我们与 NCO 的 release 的距离。那这个是我，那我现在是交大研究所硕三研毕生。不过考试完了，所以应该快了。那我现在担任那个 ONF 的 Code Ambassador 已经一年多了，然后大使工作主要就是传教，那让大家更了解 ONF Code 的专案。然后同时之前因为就是运气还不错，所以就是得到了 ONF 的实习机会，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读研究所读到一半就是跑去 ONF 实习。那个时候因为我在研究所这两三年当中都在玩行动网路，所以那时候去 ONF 的时候就是做行动的路，那所以最后就是在 Code Team 里面开发他们的架构。那最后我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爱好者，同时也是开发爱好者。那右下角是我的 GitHub 和 Telegram， 如果在对 ONF 专案有问题的话，就是毕竟是大使嘛，所以就欢迎问我任何问题。那就是如果就是敢举手的话，可以在演讲过程中随时打断我，直接发问。那如果害羞的话，就直接用 Telegram 找到我，或者说也可以去寄信给我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议程，我们只有30分钟，所以就是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就只会讲这些东西。那因为怕大家今天还不知道什么是 ONF， 什么是 Core， 所以我们只是会讲一下说这个东西的缘由，它是为什么需要这东西，然后还有就是像是。在大家有了解之后，我们就开始讲一下今年二月的时候，我跟着 ONF 一起去巴塞隆纳，去世界行动通讯大会去做一个 demo， 那会去就是讲在这个 demo 里面做了什么，然后到最后就是讲一下我们去 deploy 了一个 NCode， 那最后是 NCode 未来的活动跟四处的资讯。那我们先从电影上的网站架构开始讲起，那这其实是从那个就是我们在巴塞隆纳那时候的文件直接拿来的，因为没有太多时间做传片，这些都在考试。那在传统的电商网络当中，就每一个元件嘛，都是一个硬体设备，所以就像左边的那个架网路、行动网路，那到右边的核心网路，全部都是硬体设备，那价格贵也不好维护。那所以说，就是当使用者需求提升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满足使用者的需求。那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解决扩充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就是尝试把装机房把它虚拟化，然后部署在电商的私有云当中。那在这同时，我们也可以去使用虚拟化架构去管这个东西，像 Kubernetes 之类的。像我们在这里面就用到 Kubernetes。那同时，我们也可以用 MVC 的概念，就 Mobile Edge Computing， 就是在边缘运算，然后部署一个边缘，然后把 application 部署到那个边缘上面去。那像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把 RAN 端把它 disaggregate， 就把它分离成三个部分，一个是 RU、DU、CU， 这是5G 的规格。所以对这东西不需要到太了解，反正就是我们把基地台的一部分把它部署到边缘里面去了。那再来，我们可以把核心网络里面的行动网络元件，就是让你的手机可以连上网络那些东西，控制的那些东西，把它部署到边缘上面。再来，可以把日常网络的元件部署到边缘上。那最后是把 OTT Over Top Application 把它部署到 Edge Cloud 上。那这样子，因为像比如说我们部署可能一些 CDN 啊，或者说像 YouTube 的这些Netflix 这些东西把它部署到 Edge Cloud， 那使用者就是离比较近嘛，所以他可以去得到比较高频宽，然后高品质，然后低延迟的服务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中间这一块要怎么建出来？那所以说这我们就从 Code 的架构开始讲起。Code 它是由 ONF 开始建立的一个架构，那它就是要改善电信机房老旧的情况。那它因为老旧不好维护嘛，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了 SDN、NFV 还有 Cloud 这些技术。然后把它从建构成 data center， 那用这个方式来改善，就是降低成本，然后还有增加部署的弹性。那这样子做之后，我们就是把就是部署这东西在 central cloud 还有 edge cloud， 那可以让电商有给使用者更好的体验。那这些都是
很美好的蓝图，很美好的梦想，在实际情况不一定这样子。那当我们把行动网络部署到 Core 架构时，我们就称之为 Mobile Core， 就是因为这是一套架构嘛。那我们把行动网络塞进去，那我们就称它为 Mobile 的形态的 Core， 所以叫 Mobile Core。那这里面部署的里面部署的 Refactor 就是用到 OMAC， 那 OMAC 其实也是由 OMAC 来主导，然后由它领头，由其他公司来同仁之间开发的一个核心网络的专案。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下在 Core 里面使用到的 Open Source 专案，因为 Core 这东西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小东西、小零件组合起来的。那这边就是会大概讲一下，让大家知道说这里面有什么东西。那首先是 Core 的，就是 Central Office Re Architected as Data Center， 这是由 OIF 所提出的电竞机房架构。那这些透过开放架构、白牌设备还有开源软体拆解的这些封闭的电竞架构，然后来降低设备成本。那再来是 Onox， 它这是 Open Networking Operating System， 它是用来控制我们的这些 SDN 的网络。那它是作为就是 SDN 网络的控制器，然后以分散式核心架构来提供可扩充、然后高可用性还有高效能的网络能力。那再来是 XOS， 这东西还蛮关键的，只是它的里面程序码没有到非常好。我之前是专门在 XOS 上面写 Service Orchestrator 的。那这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在 Core 架构里面，我们会部署很多的 application。那有时候你部署 application 进去之后，你还要去对它做一些设定啊，例如说你要把 config 塞进去 ENF、CNF 里面。那是由谁来塞？就是由这 XOS 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可能就是透过那个 SSH 到 OpenStack 里面的 VM， 或者说透过一些方式去 access 到 Kubernetes 里面 container， 然后去把那个状态调成我们可以让它可以用的情况。那这就是 XOS， 它是以 Everything as a Service 的架构来管理这些 code， 然后它会去，其实不只会控制这些 VNF、CNF， 它也会去跟 Onos、Kubernetes 沟通，跟这些架构沟通，然后让它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所以其实 XOS 算是这个 code 架构里的大脑的核心。那再来是 Kubernetes， 它是由 Google 开发的开源系统，那相信大家对 Kubernetes 也有耳闻了，那这边就不需要太多做解释，反正它就是一个。我们可以称它叫 Virtual Infrastructure Manager， 就 VIM。那再来最后是算是我们行动网络的重点，就是 OMAC。那 OMAC 它就是由 OIF 领导这个专案，那里面就包含各种行动网络元件、核心网络元件。那像 Home Subscriber Service， 在学习时间储存，你手机网络要连上网的时候，电信商怎么知道说你的手机是不是合法的？所以他要去看你的信用卡资料，一些例如说你的信用卡的金钥啊之类的，那这些通过这个 HSS 去里面的资料库去跟 M1 去认证，那 M1 会去确定说你这个手机是可以上网，然后他去跟 HSS 要资料，然后去比对之后再让你的手机连上来。那目前这一套软体呢，它是基于 CGPP release 的13版在开发的，那它网络元件它里面会用 DBTK 来提升它的效能。好，那相信大家已经有刚刚这些东西就已经对我们的大致的组成已经有了解了。那接下来讲一下 MWC Demo 的架构是什么。那这边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原本是 Uncle， 但后来结合了相关网络变成 Comic。 那这个 Comic 它的全名是 Coverage Multi-SS Core， 它就是主打 Multi-SS， 所以它会结合了相关网络跟行动网络两个东西，所以说你的手机跟你家的可能小乌龟那些东西都放进来我们这套架构里面，然后用 SDN 来控制这些 SS 端。那再来就是我们那个时候部署的范围其实横跨了三个国家：西班牙、德国跟土耳其。那是因为我们的巴塞隆纳会场在西班牙嘛，那我们就是那边部署了 Rover Cluster。那我们那里面部的 application 就只有 User Plane 而已。那什么是 User Plane 呢？就是我们行动网络有，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 control plane 跟 user plane。control plane 是用来控制你手机可不可以上网的 ，user plane 是来帮你转送目标，让你的手机可以连到外界网络去的。那所以我们把它就是简单分成 control plane 跟 user plane 之后，我们的西班牙同期就是在巴塞隆纳会场我们部署了 user plane， 再来在德国同期里面部署了 control plane， 那我们称之为 remote cluster。最后是土耳其同期，我们就部署了 onet 在上面。那 ONAP 呢？它就是用来控制我们西班牙同期的 RAN 端。那什么是 RAN？ 就是我们手机接入网络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资源分配，它是无限的资源。那 ONAP 它就会去做一些事情，
来让我们的手机限制频宽，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可以用多少频宽，所以我们那时候 demo 会有两只手机在那边播影片，一个播影片，一个下载一些档案。那我们就去限制下载档案的时候，影片就会播比较顺。那如果把下载影片那只下载档案的手机把它限制住的时候，就会把它频宽提高之后，我们播影片就变得越来越卡，大概是这样子。那最后我们用了 Grafana 来监控，那它是一个就是有点像 Dashboard， 它可以来监控你的当地的重启跟远端重启的流量状态。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初的架构图，我们有那个 Local Cluster 左边蓝色这一块，那右边就是在远端的，那下面是在那个德国，上面是在土耳其。那在巴塞罗那跟华沙之间，我们打了 VPN 把他们建立起来，让他们的服务可以互相协作。那在我们重庆里面有布很多服务啊，就像这边你们看到每一个，因为都是 Kubernetes， 所以这边看到每一个其实都是一个 pod。那左边绿色这一块它就是 BPU， 那右边那边是就绿色的是 control plane， 粉红色的是 system service， 那蓝色的是 data plane， 所以会像这样子，我们部署的就是横跨了两个国家。那所以说，当你的手机从机台连上网络的时候，它会先透过这边这一块，就是 BPU， 然后把你的讯息送到 NVMe 那边去跟，就是这个是控制你手机能不能上网的，它去跟资料库拉资料，然后确定你可以上网之后，再由 SPGAC 来派一个就是 SPGAU 让你的手机可以上网。所以说它是这样子，就是流过去，然后就可以上网了。所以说呢，就刚刚提到的行动网络元件，就是这一块就是行动核心网络的 control plane。那再来它还有就是行动网络的 data plane， 它只有一个 part 而已。那再来还有行动接入网络，就是 radio access network。那最后这边有看到 CDN local 跟 CDN remote 吗？那个就是我们的影片的 server。所以当使用者连上网络之后，其实 SPGAU 它可以从这个走出去到外接网络。但是我们后来就是 demo 所需，所以我们就让它从这边取影片资料。那假设 CDN local 没取到影片资料的话，它就会去 remote 方。一起过来让使用者去拿到影片资料，所以其实播这影片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西班牙，然后去播档案，其实在德国的影片就会比较卡一点。好，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不叫我们与 Encode Release 的距离，我们要叫我们与 Comic Release 的距离，因为从现在开始，其实 OMF 他们不想要这样 Encode 这个名词了，因为 Encode 变新版，那这个 Encode 就会变成 Comic， 所以。我手上有影片，但是我不确定时间来不来得及，所以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会再发。好，那假设你想要部署一个这么还算炫炮的架构的话，你要怎么去部署这个呢？就是首先你要可能要一堆 server， 那假设你没有那一堆 server 的话，你可以安装 Comic in a box， 这是最近还在做的，就是还没做完。那它就是缩小版的 Comic， 那它会把所有东西都。虚拟化部署在 VM， 那其实不一定是 VM， 它就是会像我之前的习惯，假设我要做实验的话，我可能会用 Backgrid 去起一个 VM， 然后把那个 VM 做成新 Go Node 的 Kubernetes。但是这个 Comic 它是直接让你起一个 Node， 那这个 Node 资源其实不用太大，就是 RAM 可能64G 吧，还蛮大的。然后就是你把一个 Kubernetes 部署在上面，然后开始把一些我们的系统服务一个一个布进去，像是 OMAC 的核心网络，然后还有 Open Interface InnoV。那 OpenRAN Interface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专门在做 RAN 端，是行动网络接入端的一家软体。那它就是专门做 InnoV 跟 UE。那你可以用他们的这个 UE， 就是模拟出来的手机来连上行动网络基地台，然后透过去跟后面的 OMAC 沟通。那蓝色的字是还没做完的，就是目前只有整合上面黑色的四个，那接下来会整合下面的四个。那下面四个呢，就是。Network Edge Mediator， 它就是我们 Code 的这个架构的控制器。那还有 SDN 网络的控制器，所以一个是管我们的 Service， 第二个是管我们的这网络的部分。那再还有 Trace 跟 Volta， 那个是属于就是家用网络的范围。那因为今天主题是行动，我们就暂且不提。好，那 Encode 执行其实超简单，只有三行，就是一个是先你从 OMF 的专案 clone 下来，那就去把这个 Open Code， 然后 Automation Tools 把它 clone 下来之后。然后切换到 Comic in a Box 这个专案的目录之下，最后再 make 一下，你就发现这边都 build 出一大堆就是pod 的。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 live demo， 希望不会炸掉。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要怎么布出来。那布出来之后，其实它还有很多 bug， 那还没修完，因为还没有 release。
好，那现在下得到，但是就是履历时间会在8月31号。那为什么我把预计写得特别小呢？因为其实在 OMF 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们预计是在5月31号 release， 但是我从在好像是6月 release， 然后那时候4月30离职，然后结果后来我才辗转得知到他们把 release 时间一拖再拖，然后就拖到7月，现在变8月。那说不定最后 release 时间是在9月的 OMF content， 因为就是要 demo 了，所以他们不得不 release。所以就是在 OMF content， 我们他们 encoding 会有两个专案要展示，一个是 multi cluster 的 comic， 一个是 comic in the box。那这个活动呢，在9月10号到9月13号，就是今年9月10号、9月13号，然后在 California 的 Santa Clara。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现在马上上网买机票，然后飞到美国去。哦，我会去啊，因为今年长荣航空的机票特别便宜，就买了。那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样就嘿，请说。履历三不会太旧吗？你说履历是什么？是三呐、啊，那基于13的版本去开发的不会太旧吗？对。嘿，请说。我想问一下，后面是 OMF 写的还是别人的后面 ？OMF 的那个 OMF 它其实是由其他厂商合作的，所以它是以 Intel 的 SP Gateway 来做改进的。那嘿。它是 open source 的，对，但因为目前还有 bug， 所以还没完整的。那那个 SP Gateway 是一个例子。对。因为在3GPP 里面 ，S Gateway 跟 B Gateway 不是同一颗嘛，是两颗嘛。对。然后一颗有自己的 controller 有什么？没错。怎么把它切开来？好，那这个其实当初他们 S Gateway 跟 B Gateway 正常是要连在一起的，但是因为 Intel 在开发的时候，他把 SP Gateway 把它做在同一个 part 里，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有这些需求，所以他就把 Control Plane 跟 Data Plane 切开来，就变 SP Gateway 的 Control Plane 跟 SP Gateway 的 User Plane。所以这一块就不合。对，就不会再合了。那对它 release 是蛮旧的，那可是这个东西，因为主要虽然 OMF 是领导这个专案在做。但是不过，因为其他厂商加入，像是 MNE 跟 HSS， 它 HSS 原本是由 Spring 在做的，那 MNE 是 Intel 在做 ，SP Gateway 是 Intel 在做，那就是有很多家公司一起在做，所以他们就可能，OMF 没办法把它抢拢吧之类的。OK， 就是这个架构啊，是资源可以让别的 Core 试着放进去啊，还是可能没办法，就现在只能用。这个架构其实可以把其他的 core network 放进去，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2017年的时候，我在做 encode 的时候，因为他们官方就是因为这些有一些 image 有些问题，所以他们不愿意把他们 image 放出来，所以我就自己把 OI 的 core network 放进去，所以我那个时候放的是 OI 的 InnoB 跟 OI 的 core network 放进去。那因为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它即将 release， 所以目前它就是布置在里面，但是你可以随意去更改它的 image。只是你可能里面的 hand chart 要全部重启。哎、欸，请说。我们当初没有测数据，但是它有还勉强可以动，就还可以接受。但因为其实它就是从重启出去，它就是因为是 container 嘛，所以会过本身 Linux 的 host networking， 然后再出去到外网。那所以其实除了 NIC 以外，就是重级跟重级之间还有 latency， 所以其实它假设像我们那时候在巴塞罗那跟德国的重级差大概差100-200毫秒，那可能 control plane 跟 user plane 他们之间的沟通就差这么多时间。还有人有任何问题吗？好，那最后就是来放个影片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先跟大家说怎么看。那这个是我们 那时候在 demo 录下来的影片。那左上角这边是我们的 code 的那个大脑，就是 XUI， 它可以用来就是控制我们所有的服务。那在左下角这边是我们两个手机，那左边这手机是专门在放影片的，右边这手机是专门在下载资料的。那再来还有 Wireshark， 这是来控制，就是来监控，就是说我们的 InnoB， 就是我们。在 Local Cluster 里面的机台，那它跟就是在远端德国的核心网路是不是有正常的运作？
所以他们中间会去监测说他们有 HTTP 的 traffic， 那他们就是会送那个 SYAP 的 Hubbit。那在我说错，因为他们就会送 Hubbit。那再还有 Ping Service， 他就是在检查说家网络是正常运作的。那就是因为我们会模拟出一个家网络的 Client， 然后去连到我们的家网络那一部分，然后去一直持续的去 Ping。那所以说这个 demo 可以看到说我们行动路是正常运作，然后家网络也正常运作。在右上角那边是 Grafana。所以我们可以去监控到local cluster 跟 remote cluster 的 traffic。那我想说这个这么小我不好放大，所以我等一下会把这个画面关掉，然后直接开给大家看，开正那个影片给大家看。好，那我等一下会。就是放大音量，然后讲给大家听。这样子的声音听得到吗？好，看起来听得到。那这边左下角这边是我们的行动网路，那它这边是先播这个，这边是 L， 这是这个 resource， 然后就是我们会把它改成就是播 local 的影片，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它是播 local， 这里改成 L， 然后。再来就开始播影片，然后你可以发现说它在播 local 影片其实还算蛮顺的，因为就是影片是要在我们的 local 系统上，所以是同一个 cluster 里面传出去那个 RAN 端那边去。那再来还有下载的 service， 这边可以看到说就是它有确实在下载资料，这边就它有在下载，它流量很小，42 KB 而已。再来是，当我们在播影片的时候，播一段时间就可以发现广泛那边看到流量冲上去，就是这里，这黄色的一点点可以看到，它的 local cluster。那再来再到后面，这边播完 local 的影片之后，我们在4分20秒的时候会播 remote 的影片。那现在可以看到家网路都持续有在 ping， 就它一直都有在 ping， 然后再来要播 remote， 你就发现它转很久，因为它是从德国那边去取资料。那再来就是可以发现说这个影片会稍微卡顿，应该不止稍微，然后最后它会卡顿，然后所以说在这边的流量监控就发现 remote 这边流量冲上去。那 local 这边呢，因为它有两个 interface， 一个对 local， 一个对 remote， 所以就是 remote 的那个 interface， 所以上面这边是 local 的 traffic， 那下面这边 remote 的 traffic 也出来了，就很淡，可能看不太懂。好，那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 demo 的时候录下的影片资料，然后再来就是关于 come back in the bus， 如果你想布的话，就我现在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就像刚刚说的一样，现在它 deploy 很多东西，像 InnoV 啊、HSS， 然后 MEC 这些东西。那这边有一个 router， 它是让手机可以对外的网路，那由它来就是当做我们的测试，就是能听到它这样子。那这边看到的 HSS、MEC 跟 SP Gateway 全都是 OMAC 的，然后还有 UE 这是用 OAI 的，那 InnoV 是用 OAI 的。好，那左边这边是行动路的，就是手机的 UI， 那右边那边是 router，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它可以拼到 router 的，好，它有拼到，对，它有拼到，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大。啊，在之前我刚不好的时候在测试还是16毫秒的，现在变1秒了。好，所以它现在这个东西还非常的不稳定，那因为也还没正式 release， 所以是实验性质。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布起来，那如果布不起来的话就到 stack 来发问就可以了。好，那现在时间11:10，现在还有5分钟，有人想问问题吗？不然就会提早结束了。谢谢大家。